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这台车啊。这台车呢，更新之后呢，就一直放在车库里面，拨垃圾啊。我来看一下可以改什么东西好了。哇，直接塞到这个飞机里面了。我先改这几个东西，直接倒满了。车体有什么？那门哦，这么多啊！原厂门吗？感觉他加了一些客制化的框架。这个有加网子哎，看起来好像加上这个。加固框架好像比较好看，保险杆面板是怎样？前面的吗？我发现在车子里面，在飞机里面不太好看它的光影。这样看不太出来说。就它了。哦，它是前面可以放这个弹药盒在，一个弹药盒，两个，全部都弹药盒，那打掉会爆吗？这个应该没什么作用，随便选一个好了。伪装。哦，这侧板啊，这侧板有防弹吗？看起来都差不多哎，防滚架它，哎呦，感觉有点累赘。Oh my god， 阻塞掉。哦，是加装防御吗？这有效吗？哇，好多哦，改不完啊！啊，直接买最好的。托架塔，哦，这个。至少可以挡住身体啊！车斗底是什么？哦，里面的加个轮胎，行李袋，没有好看一点的，放这个箱子啊，放行李袋啊，应该只是外观上的差异吧。这个没了，用最好的。OK， 这个排气管是在旁边的。哎呦，过不去了。它应该只有一根吧？哎，它可以换左右侧的。这应该可以换。觉得没关系，我先随便选一个好了，因为它这个应该不重要。哎，你放上面啊，我觉得它好像不是很重要。
我们看一下它引擎盖的部分，中间有一块铁板，这可以挡子弹吗？我用它好了。加点颜色，这个用什么颜色？绿色，我先用绿色看看，它应该有涂装吧。哦，迷彩色啊。这个配色不错啊，现代五色款。这个配上我的包包又很好看。好了，看来它只有迷彩色可以选。其他如果配上这种中型数码迷彩，好像也不赖。我选这个好了，现代五色款，这也不赖，真是善变。看一下主色调颜色啊。哦，这个橘色啊比较亮，这样我觉得会变靶子一样，因为实在太醒目了。OK， 这是杆子的颜色。红色吧。哇，加速就满了。这个顶端的武器塔可以加装火神机枪吗？哇哦，帅哦！后方武器塔可以换火神机枪，然后40公里榴弹炮。榴弹炮就打不到天上飞机了。等下试试看功能好了。橘色烧胎。OK， 我们改一下这个车灯的底盘好了，现金橘色的嘛，那就给它选个橘色。